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九，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善业道品第六之二。复次，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能尽行受，远离嗔恚，一切众生常所爱众，其心清净，离诸垢秽，由此善根速得成熟，所有前际轮转五趣莫生死合，因嗔恚故造身与意诸恶业障，诸烦恼障，诸友情障，一切法障，诸无嗔障，自作教他见闻随喜，由此远离嗔恚轮故，皆悉碾坏，摧灭无余，不受果报。于现身中诸人天等皆共亲爱，无所猜虑，其心清净，离诸垢秽，将命终时身心不为忧苦逼切，所爱妻子眷属围绕，临命终时不见可怖眼魔亡使，唯见可意成调善法，具戒复得真实福田，为善知识，身心欢悦，身生净信，即命中矣，还生人中，诸根圆满，肢体具足，随所生处其心清净，离诸垢秽，端正聪明，安隐快乐，富裕可意成调善法，具戒复得真实福田，为善知识，依彼修学离嗔恚法，能断一切恶不善法，能成一切殊胜善法，能求一切大圣法义，能修一切菩萨愿恒，见次去入深广智海，乃至正得无上菩提，所居佛度远离一切浊秽风云，欲争尘垢诸粗鄙物，众宝庄严甚可爱乐，远离骄慢言貌端严，诸相无缺，心常既定，如是有情来生其国，慈悲功德圆满庄严，如来自身寿命无量，为诸有情如应说法，波涅盘后正法久住，利益安乐无量有情。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远离嗔恚轮也。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故，与声闻圣得无误失，与声闻圣卜特迦罗得无误失，与独觉圣得无误失，与独觉圣卜特迦罗得无误失，与其大圣得无误失，与其大圣卜特迦罗得无误失，常能炽然三宝种性，于诸如来出家弟子，若是法器，若非法器，下至一切披片袈裟，剃须发者，得无误失。于大圣法常得生进，无有退转，
力会胜福，常得增长，于一切定诸陀罗尼诸人诸地速得自在，无有退转，常得直欲诸善之时，随顺而行，常得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不离闻法，不离亲近供养众僧，于诸善根常精进求，心无厌足，常于菩提种种行愿，心无厌足，所得果报广说如前。复次，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能尽行受，远离邪见，一切众生常所爱众，其心清净，离邪分别，由此善根速得成熟，所有前际轮转五趣莫生死合，因邪见故造身与意诸恶业障，诸烦恼障，诸友情障，一切法障，诸正见障，自作教他见闻随喜，由此远离邪见轮故，皆悉碾坏，摧灭无余，不受果报，于现身中诸人天等皆共亲爱，无所猜虑，身心安乐，其心清净，离邪分别，将命终时身心不为，忧苦逼切，所爱妻子眷属围绕，临命终时不见可怖，眼魔亡时唯见可意，成调善法，俱计复得真实福田，为善知识，身心欢悦，身生净信，既命终矣，还生人中，诸根圆满，肢体具足，随所生处其心清净，离邪分别，端正聪明，安隐快乐，富裕可意，成调善法，俱计复得真实福田，为善知识，依彼修学离邪见法，能断一切恶不善法，能成一切殊胜善法，能求一切大圣法义，能修一切菩萨愿恨，见此去入大圣大海，乃至正得无上菩提，所居佛度，远离一切声闻独觉二圣人法，远离一切天魔徒众，远离一切外道朋党，众宝庄严甚可爱乐，远离一切妄执吉凶，常见断见我我所见，如是有情来生其国，寿命长远，受用依位，为大圣位，如来自身寿命无量，为诸有情如应说法，波涅盘后正法久住，利益安乐，无量有情圣教依位，无有乖正，赤圣流通，离诸障难。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十，远离邪见轮也。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故，于声闻圣得无误失，于声闻圣普特迦罗得无误失，于独觉圣得无误失，于独觉圣普特迦罗得无误失，于其大圣得无误失，于其大圣普特迦罗得无误失，常能赤然三宝种性，于诸如来出家弟子，若是法器，若非法器，下至一切披片袈裟剃须发者，得无误失，于大圣法常得生进，无有退转，力会圣福，常得增长，于一切定诸陀罗尼诸人诸地速得自在，无有退转，常得直欲诸善知识，
随顺而行，常得不离见一切佛及诸菩萨声闻弟子，不离闻法，不离亲近供养众僧，于诸上根常精进求，心无厌足，常于菩提种种行愿，六波罗蜜多，心无厌足，所得果报广说如前。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轮，能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于过去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悉远离十恶业道，皆悉称扬赞叹如是十善业道，所得果报，为欲常养一切众生利益安乐菩提道故，为欲除灭一切众生业烦恼苦令无余故，为欲枯竭三恶趣故，为欲少龙三宝种故，为欲断除三界有故，为欲永断蕴界处故，为令一切速入无畏涅槃成故，广说如前。远离十种不善业道，所得果报。是故善男子，若不真实希求如是十善业道所证佛果，即不真实下至守护一善业道，乃至命中而自称言，我是真实行大圣者，我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如是普特迦罗是极虚诈，是大妄语，对十方界佛世尊前狂惑世间无惭无愧，说空断见又狂愚痴，身坏命中堕诸恶趣。善男子，若但言说，即但听闻，不由修行十善业道能得菩提波涅槃者，于一劫中或一念顷，可令十方一切佛度地界微尘算数众生皆登正觉入波涅槃，然无世事。所以者何？十善业道是大圣本，是菩提因，是正涅槃坚固梯凳。善男子，若但发心发誓愿力，不由修行十善业道能得菩提波涅槃者，于一劫中或一念顷，可令十方一切佛度地界微尘算数众生皆登正觉入波涅槃，然无世事。所以者何？十善业道是世出世殊胜果报功德根本。善男子，若不修行十善业道，摄经十方一切佛度微尘数劫，自号大圣，或说或听，或但发心或发誓愿，终不能证菩提涅槃，亦不令他脱生死苦。善男子，要由修行十善业道，世间方有诸刹帝利婆罗门等大富贵族，似天王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或声闻圣，或独觉圣，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皆由修行十善业道品类差别。是故善男子，若欲速满无上正等菩提愿者，当修如是十善业道以自庄严，非住十恶不虑已者，能满如是无上正等菩提大愿。若求速悟大圣境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速满一切善法愿者，先应护持十善业道。所以者何？十善业道
是能安立一切善法功德根本。世事出世圣果报因，是故应修十善业道。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欲除诸有苦，正得大菩提，应修十善轮，精勤勿放逸，便于三圣法及普特迦罗，一切出家人皆得无误失，信受行大圣，利乐一切众，觉圣法净度，速证大菩提。若离于杀生，一切皆爱敬，恒无病长寿，常乐不害法，一切所生处，恒要佛所行，常遇佛法僧，速成无上觉。若离不逾矩，智者皆爱敬，灭贪所生业，或无贪所生，生生常具富，能为大施主，得众宝庄严，可爱敬佛国。若离欲邪行，灭臭秽烦恼，枯竭贪爱河，速得敬佛国，拔诸众生类，令出欲淤泥，安植于大圣，使勤修梵行。若离虚狂于得胜自在智，常要第十言灭虚妄众苦，一言为正量，常遇佛法僧，速得大菩提，劝修不妄欲。若离离见于成众善法器，常遇佛法僧，不归于断灭，得胜无染喜，陀罗尼宝藏，达身法海缘，速成无上觉。若离粗恶语，常说柔软言，众生皆爱敬，灭先世罪业，令众常欢悦，成菩萨导师，知诸佛所行超过第十地。若离杂秽语，智者皆爱敬，为他所发言，俱获无功德。常听受圣言，恒心求圣道，圆满诸佛海，速得一切智。若离于贪欲，不肥毁圣教，供养福袈裟，弘三圣圣道，长生净佛国，导师之所居，成于无上圣，速得最圣智。若离于嗔恚，一向修慈心，速及正等持要众圣恒处，长生净佛度，远离诸过恶，住彼正菩提，令离诸嗔忿。若离于邪见，纯修净信心，要开示三圣，亦供养诸佛，永脱诸恶趣，欲众贤圣者，具诸菩萨德，待得最上智。我说十善业，能去圣菩提，生长诸等持陀罗尼忍地，此轮大威德，能摧诸恶趣，破坏诸恶障，速证大菩提。福田相品第七之一。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十财师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做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何等为食？所谓布施种种饮食衣服宝饰象马
车胜，即以自身手足耳鼻头目髓脑皮骨血肉国城妻子奴婢田宅，如是一一行布施时，不顾生命，不专为己，求于世间，出世间乐，发心布施，但欲普为一切有情生长大慈大悲牙故，发心布施，为欲引发善巧方便殊胜智故，发心布施，为欲引发一切有情安乐事故，发心布施，为欲除灭一切有情苦恼事故，发心布施，无胜他心，无粗广心，无嫉妒心，无牵吝心，而行布施。于所施物若多若少，下至衣食，终不希求自受果报，发心布施，终不希求声闻圣果，发心布施，终不希求独觉圣果，发心布施。于所施物若多若少，下至衣食，但为希求一切种智，发心布施。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十种财施大假咒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所以者何？声闻独觉发心布施，无上慈悲，但为己身舍贫穷故，但为己身脱众苦故，但为己身得安乐故，但为己身证涅槃故，不能普为一切有情而行布施。菩萨摩诃萨发心布施有大慈悲，普为有情舍贫穷故，普为有情脱众苦故，普为有情得安乐故，普为有情证涅槃故，不为自身而行布施，以是义故，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菩萨摩诃萨修行财施波罗蜜多时，于妙无欲，心无染浊，自所摄受一切乐具，普能施与一切有情，依普摄受诸有情心，依自忍受一切苦心，依灭一切有情苦心，依于一切有情乐心，依于有情大涅槃心而行布施，以是义故，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圣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善男子，若于五欲心无染浊，具大慈悲而行布施，是名菩萨摩诃萨也，亦名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田。若不除断无世间五欲，无大慈悲而行布施，虽舍无量无边施物，而犹不得名为菩萨摩诃萨也，亦非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田。此诗不蒙圣印所印，是故应断世间五欲，具大慈悲而行布施。若不断于世间五欲，无大慈悲而行布施，不明菩萨非真福田。善男子，染着五欲行布施轮，尚不能灭自身所有少分苦恼，况能除灭一切有情无量苦恼。尔时世尊重显此意，
而说颂曰：成就才师伦，智者敬亦乐，尽离于五欲，安乐诸有情。为乐诸有情，不求自果报，虽行少奋施，而名真福田。虽复施众多，而一指五欲，非圣印所印，住不定居中。虽行少奋施，而不依五欲，名声闻独觉，真实良福田。故应舍五欲，常行清净施，安乐有情众，成真实福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有十法师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速能获得日灯光定，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何等为师？为诸如来所说正法，或声闻圣相应正法，或独觉圣相应正法，或与大圣相应正法，或世间法，或出世间法，或有漏法，或无漏法，或有为法，或无为法，或不二法，菩萨摩诃萨于此十法深信敬重，一切听闻，随力所能审地领受，思维观察，究竟通力，随其所宜为他演说。于说法时，无嫉妒心，无牵吝心，无骄慢心，无求利心，无轻他心，无自举心，有恭敬心，有饶益心，有大慈心，有大悲心，为声闻圣卜特迦罗说声闻法，不为彼说独觉圣法及大圣法，为独觉圣卜特迦罗说独觉法，不为彼说声闻圣法及大圣法，为于大圣卜特迦罗说大圣法，不为彼说声闻圣法独觉圣法，随诸有情根器所能为说正法，非根器者终不为说。于其大圣诸有情所终不劝修独觉圣恒声闻圣恒，于独觉圣诸有情所或时劝彼修大圣恒，于声闻圣诸有情所或时劝修独觉圣恒及大圣恒，于诸如来所说正法下至一诵乃至半句深信敬重，终不毁谤障蔽隐没，于说法师其世尊享，于听法众其病者享，于所说法其良药享，断除无欲无所希求，宣说正法。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十种法师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能断五欲，速能获得日灯光定，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智者修法师随气说三圣，不为说余圣，恐闻而谤法，趁根气说法，不为非根气，各随其所要劝进令欢喜，终不劝大圣令修二圣恒，或时劝彼二进修中上圣，常恭敬听法，深信不毁谤，
供养说法师如佛世尊想，劝闻妙法要，令除烦恼病，舍利养名誉而宣说正法。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富有境界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云何境界大甲胄轮？善男子，菩萨境界有二种相，一者供，二者不供。云何菩萨共境界轮，于诸在家尽事尽住所受律仪，或复出家即受具足别解脱戒，如是律仪别解脱戒，是名菩萨共境界轮。共诸声闻独觉圣等菩萨不由此境界轮，能除一切有情烦恼诸恶见去，即能解脱业障生死，此不名为大甲胄轮，亦不由此名为菩萨摩诃萨也，即名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田。云何菩萨不共境界大甲胄轮？为诸菩萨普于十方一切有情，起平等心，无扰动心，无怨恨心，护持境界，普于一切持戒犯戒不失悭贪慈悲愤恚精进懈怠下中上品诸有情所，无差别心，无差别想，护持境界。普于三界一切有情无秽无分及诸恶行，护持境界。普于三有蕴界处中无所分别，护持境界。不依欲界，护持境界。不依色界，护持境界。不依无色界，护持境界。不观诸有一切果报，护持境界。不依一切得与不得，护持境界。不依诸行，护持境界。是名菩萨不共境界大甲胄轮。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成此境界大甲胄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得名菩萨摩诃萨也，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住在家律仪，出家解脱戒，与二圣等共，不名摩诃萨。智者修空法，不依诸世间，亦不依诸有，护持清净戒，离取相失罗，无染无诸漏，护持如是戒，名真实福田。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富有安忍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云何安忍大甲胄轮？善男子，菩萨安忍有二种相，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云何菩萨世间安忍？为有漏忍，缘诸有情有取有相
依诸果报，依诸福业所发起者，依自诸色声香味触所发起人，有发趣人，无堪能忍。立雷烈人，弃众生人，有狂诈人，交越他人，不为利乐诸有情人，是名菩萨世间安忍。如是安忍，共诸声闻独觉圣等，此不名为大假咒轮，亦不由此名为菩萨摩诃萨耶，即名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田。云何菩萨出世安忍大假咒轮，为无漏忍，一切贤圣大法光明，普为利乐一切有情无染着忍，永断一切所作事业，语言音响文字音声行一处安忍，修此忍故，能断一切三劫三受三相三世三有三行三不善相四种暴流四恶四取四种身系。修此忍时，心意寂静，是名菩萨出世安忍大假咒轮。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成此安忍大假咒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得名菩萨摩诃萨也，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安忍说二种，谓有相无相，有相人有着，智者不称欲。修忍依三行，依蕴界处等，是名有漏忍，非摩诃萨相。为灭四颠倒，修无染着忍，寂静三行等，此忍可称喻，能寂静诸行，离一切分别，心平等如空，此忍可称喻，诸法同一去，空无相寂灭，心无所著着，此人成大力。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精进大假咒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云何精进大假咒轮？善男子，菩萨精进有二种相，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云何菩萨世间精进？为诸菩萨精进勇猛，勤修三种是福业事。何等为三？一者施福业事，二者戒福业事，三者修福业事。修此即名三种精进。如是精进，缘诸众生有漏有取，依诸果报，依诸福业，是名菩萨世间精进。如是精进，共诸声闻独觉圣等，此不名为大假咒轮，亦不由此名为菩萨摩诃萨耶，即名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田。云何菩萨出世精进大假咒轮？为诸菩萨勇猛精进，于诸众生其心平等，除灭一切烦恼业苦，如是精进，一切贤圣共所称誉，无漏无取，无所依止。
普于一切精进懈怠不失悭贪持戒破戒慈悲愤恚下中上品诸众生所无差别心无差别想勇猛精进普于三界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为作事业语言思维诸行衣处无所著着勇猛精进普于三有蕴界处中无所分别勇猛精进不依欲界勇猛精进不依色界勇猛精进不依无色界勇猛精进不管诸有一切果报勇猛精进不依一切得与不得勇猛精进不依诸行勇猛精进不依三种事福业事勇猛精进具足初世三福业事勇猛精进是名菩萨初世精进大甲胄轮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成此精进大甲胄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得名菩萨摩诃萨业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于六根染浊飘于五暴流虽勇猛精进智者皆厌悔原众生精进有漏即有取非真实福田不名摩诃萨智者勤精进远离一切浊心无所依止名真实福田不染浊名色离蕴界处等为众作皈依是名摩诃萨行事如水月修精进究竟此轮能永断众生烦恼缚复次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复有净律大甲胄轮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轮从初发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断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作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经供养成事守护云何净律大甲胄轮善男子菩萨净律有二种相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云何菩萨世间净律为诸菩萨衣着诸蕴修习净律衣着诸界修习净律衣着诸处修习净律衣着欲界修习净律衣着色界修习净律衣着无色界修习净律衣着三律仪修习净律衣着三解脱修习净律衣着四念住修习净律衣着四正断修习净律衣着四神足修习净律衣着五根修习净律衣着五力修习净律衣着七等觉知修习净律衣着八圣道之修习净律衣着地界修习净律衣着水界修习净律衣着火界修习净律衣着风界修习净律衣着空界修习净律衣着时界修习净律衣着乐受修习净律衣着苦受修习净律衣着不苦不乐受修习净律
一着虚空无边处修习静虑，一着实无边处修习静虑，一着无所有处修习静虑，一着非想非非想处修习静虑，一着此事修习静虑，一着他事修习静虑，一着小想修习静虑，一着大想修习静虑，一着无量想修习静虑。如是静虑，有漏有举，有所依着，是名菩萨世间静虑。如是静虑共诸声闻独觉圣等，此不名为大假咒轮，亦不由此名为菩萨摩诃萨耶，即名一切声闻独觉真实福天。云何菩萨出世静虑？为诸菩萨远离诸蕴修习静虑，远离诸界修习静虑，远离诸处修习静虑，远离欲界修习静虑，远离色界修习静虑，远离无色界修习静虑，远离三律仪修习静虑，远离三解脱修习静虑，远离四念住修习静虑，远离四正断修习静虑，远离四神足修习静虑，远离五根修习静虑，远离五力修习静虑，远离七等觉知修习静虑，远离八圣道之修习静虑，远离地界修习静虑，远离水界修习静虑，远离火界修习静虑，远离风界修习静虑，远离空界修习静虑，远离时界修习静虑，远离乐受修习静虑，远离苦受修习静虑，远离不苦不乐受修习静虑，远离虚空无边处修习静虑，远离实无边处修习静虑，远离无所有处修习静虑，远离非想非非想处修习静虑，远离此事修习静虑，远离他事修习静虑，远离小想修习静虑，远离大想修习静虑，远离无量想修习静虑。如是静虑能发贤圣广大光明，无漏无取，无所依着，是名菩萨出世静虑大假咒轮。善男子，若菩萨摩诃萨成此静虑大假咒轮，从初发心，一切无欲皆能除断，得名菩萨摩诃萨耶，超胜一切声闻独觉，普为一切声闻独觉座大福田，一切声闻独觉圣等皆应供养成事守护。尔时世尊重显此意而说颂曰：为舍己重担，修有所得定，永断自烦恼，非真智者相。依气有所观，求解脱修定，取着此彼岸，非利乐有情。为利乐有情，修定舍重担，灭一切烦恼，是真智者相。为润诸有情，修无依着定，永断诸有爱，是名大慧者。为解诸有缚，令住无畏成，修行即止定，是名摩诃萨。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卷第9。